一个党里面一大堆性骚扰的，又吃案，又性侵，又什么婚外情的政党，然后每天在讲别人丑女，你要不要自己回去先检讨一下？对啊，对啊，好，然后往右边一边。是主席，这样跟你请教，就是明天的演唱会有被民进党攻击说，就好像有这个政治现金的这个争议，像主席怎么看？就是这样的、啊，我们那个卖票也是透过这种网络订票系统，也就是第三方支付的，你知道，第三方收钱。我都不晓得这个要怎么，他要怎么做文章啊？真奇怪，那个是网络购票，每一笔都有记录的。绿营这边就是认为说，你到底有没有仇视女性？我跟你讲哦。那个一个党里面一大堆性骚扰的，又吃案，又性侵，又什么婚外情的政党，然后每天在讲别人丑女，你要不要自己回去先检讨一下？昨天郭台铭啊去桃园拜庙的时候，穿着一身迷彩服，然后听到三军统帅的时候还笑了。他不能笑吗？那你觉得他现在是有想要往这个方向迈进吗？参政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嘛，所以我们能够讲什么话也不行啊。那你会接他的电话吗？我想想看哦，这个以前是惊魂未定了，现在不晓得看档了没有啊？